好兴奋哦！就是刚才大排长龙的乐牌，还有那个 Mac Cheese， 晚上照喝咖啡爽，炸鸡汉堡看起来超好吃，薯条一定要加双酱。其实刚偷吃了一盘沙拉，刚超饿。啊这个虾子超好吃，看起来很恶心，但超好吃。天哪，太幸福了！我们来吃看这个鸡肉，没什么人，确实很普通。旁边那个炖虾真的太好吃了。那个披萨也超好吃，我没有吃过，好爽。大白香龙的热牌，那看起来不太好吃。热牌的部分，那个酱的味道很赞，但它有点老，肉的部分有点老，但它的酱很棒。升天了。难怪那么多人，真的很好吃。好像是 Friday 啊，好爽。留着，我们来吃汉堡。怎么都那么好吃啊？它对面应该青酱、炸鸡，鲜嫩多汁。可能是因为它刚先炸起来，我刚还没等一段时间。但这个汉堡有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它面包太厚太干了，你看到超干，完全把面包丢掉了。不行，拿了就要吃完。这个辣酱看起来也超好吃，但面包一样超厚。你的汉堡刚接受我的采访，真的？他说他不想被吃掉啊，他想被我吃掉。啊，你的好吃吗？哦，你的看起来比较好吃，但你的有没奶汁？哦，thank you.
A few moments later， 老板，怎样？太扯了吧？那不是我吃，这么好吃哦？那是你吃的，才没有。